重磅介绍，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，仲唔快啲入嚟睇？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，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。叶姑娘啊，曹公子来了。哎呀，你还来做什么啫？被人见到就论尽了。我有件事干想跟你商量的。什么事啊？虽然唐雨林将招王氏判成死罪，但是他呈请上司，他说等他在产下胎儿之后，然后就将他行刑，同时王寿昌过虎名冤月告状，话替佢个妹嚟翻案添。王昌月牙告状，你放心啦，我睇佢都冇咩结果嘅啫。咁又唔系咁讲啦。如果将呢件案移去第二个衙门嚟审讯啦，人事疏通嘅就唔俾得喺苏州咁容易啦。而且你个大嫂身为有孕，哼，咁你就唔系咁容易得到招家嘅财产噶啦。系噃。咁點啊？我就想到一個辦法噶啦，一定喺招王氏未生產之前，我哋就謀殺佢，咁咪斬草除根咯。係啊，青你都傻嘅，佢而家坐緊監啊嘛，咁邊處有機會下手啫？有人肯幫忙我噶嘛？邊個啊？就係監倉裏邊嗰個監頭啊，張松，佢舊先係我家人嚟嘅，我俾錢咪可以買通佢咯。哎呀，好啊，咁你快啲去進行咧。咁心急得噶，你帮我唔会搞错嘅咩？今晚我唔扯啦。未啦。唔扯。呀，弊啊！唔该你啊，张大哥。我自从嚟咗呢度，得你咁关照，我真系非常之感激。可惜我判成死罪，我今世都冇机会报答你啦。咁你唔使咁介意嘅，赵大哥。系咯，呢轮点解唔见你大哥黄寿昌嚟探你呢？哦，佢去咗江宁府，佢预算月牙告状替我鸣冤嘅。不过我睇呢件事，佢都系白走嘅啫。
咁或者天公怜悯你，佢会成功都唔定噶。赵大嫂，我觉得有件事唔系几明白，我想问下你啫。咩事呢？嗱，你初初入嚟嗰阵，食又唔食得，瞓又唔瞓得，终日以眼泪洗面，你嗰种情形，我见到都替你难过。啊，点知你判咗斩刑之后，你反嚟食瞓得，你好似成个人都安乐咗添。啊，我真系有啲莫名其妙啦。呢件案一判咗，我就已经冇生嘅希望。我现在唯一嘅希望就系能够安全产下我呢个胎儿，替我亡夫存翻一点后志。为咗我腹中嘅胎儿，我有乜办法唔尽量抑压我自己嘅情感呢？咁赵大嫂，你真系用心良苦啦！今日你双脚觉得点啊？唉，今日仲弊啊，灌晒脓添。本来你双脚伤得咁紧要，食我啲药呢都唔得嘅，应该要请个跌打医生嚟睇下至得嘅。可惜我手头又紧，我又唔能够帮助你。松哥，我真系问你。哦，我出去啦。哦，松哥。哦，乜你咁叫我啊？真系唔敢当啊，曹少爷。你仲認得我咩？認得，有眼力喎。你個樣冇乜點變啊，你高大咗啫嘛。我斟杯茶你飲。唔使客氣。要嘅要嘅要嘅。飲茶啊，曹少爺。點解你嚟呢度做咩啊？探咩人啊？冇，我同你多年不見，我知道你喺樹，所以我嚟探下你嘅啫。哦，咁曹少爺你真係念舊啦。坐低你講啦。哦，坐低先。真系估唔到啊，曹少爷，你会嚟呢度探我？啊？咩事啊？赵大嫂只脚痛得好紧要，问你仲有冇药啊？而家冇喎，你话俾佢听咧，我同佢想办法啦。哦哦。咩事干？长姐短叹啊。哦。啊？有个女犯人只脚烂咗，又冇钱医你，我想话帮忙佢咧，我又冇能力。不过呢个女犯人咧，好可怜嘅。冇緊要啊！你知道我素羅都做緊善事嘅，我可以幫忙佢噶。嚇，曹少爺，你肯幫忙佢？有乜所謂啫？係啊，我喺你府上嘅時候，我都知道太老爺同老爺都係樂善好施嘅。係啊，咁我可以揾個醫生翻嚟同佢打你咪得咯。咁啊最好啦。不過咁噃，你唔好話俾佢聽，我出錢醫佢得噃。點解咧？善欲人之不是真善啊嘛，松哥。哇，曹少爷，你真系不愧一个好人。咁你几时叫个医生嚟啊？我要即刻去噶咯喎。哦，好啊，咁我就代表个女犯人，多谢阿曹少爷先。使唔使？你做唔做到啊？呢件事咧？事关人命，而且系伤天害理。阿曹公子，恕我唔能够从命啊！伤天害理，以前伤天害理嘅事你都做唔少噶啦，唔通呢一仗你又做唔到？咁啊，以前就唔同。我俾二十两你，二十两银叫我害一条命？二十两银，二十两黄金啊，买条命都买到我逢财单。曹公子，你咪咁唔好火气。如果你出到都廿两黄金咧，咁我又唔怕做啊。招皇使横掂都一名死囚，不过我早啲送佢翻上西天，免至佢受牢狱之苦，亦系一件好事啊。咁我唔怕做啊。咩？你嗰廿两黄金嘅？嗱，我先俾五两你，其余就陆续俾，办妥就俾先。咁你打算点样进行啊？哦，咁你话有阿张松做内应啦，咁咪易啦。嗱，你带我去监仓，我话假意同佢医你嘅伤口，头几日咧，我就令到佢伤口逐渐好，等佢对我有信心嘅时候，一剂药就完啦。嗱，咁我听日带你去监仓见个招皇使啦。好好好。
阿馮大夫嘅醫術好高明噶。嗱，佢睇你睇咗五日啫，而家你企都企得穩啦。佢個傷口咧就漸漸好噶啦，不過仲要食劑藥添，清理下個內臟。你聽日去我醫管處，等我俾劑藥你帶佢翻嚟俾佢食。食咗之後咧，我包佢以後都唔使睇噶啦。咁真係多得曬你了。唉，唔使講，好，我走啦。我扶你坐低先啦。估唔到我招王子都仲有人同情我，都可謂雪中送炭。不過我唔知道幾時先至報答得呢位善長仁翁。咁呢點你唔使介意嘅，呢位善長仁翁佢施恩得忘報嘅。真係難得啦。陰差大人到。哦，陰差大人嚟啦，我出去接佢。哦，原來唐大人駕到，小人失形，死罪死罪。呢次我微服到嚟，並非公事不必行禮啦。我想嚟探問下招王子。哦，咁請唐大人過嗰邊坐下，我叫招王子出嚟。唔使唔使，我去監倉見佢得啦。請。啊，唐大人。嫂夫人。唔好咁稱呼啦。我不過是一個代嘅死囚啫，但是你是長幼卿的夫人啊。從前我執法如山，亦未常因私情而忘公事，然後案已審結啊。我亦唔會因公事而忘私儀嘅。特來探問你，你有咩需要我幫忙你，我一定盡力嘅。你講。大人，請坐啊。扶起佢。范夫人夫死蒙冤，又是保存腹中的胎儿，承认了杀夫之罪，到现在正是心如止水，万念俱灰，都没什么要劳烦大人你了。不过我希望大人你替我向上台请求，保存我腹中的胎儿，等我替招家传翻一点后，就算我含冤受斩，我都死得眼闭了。我已经上表朝廷，求圣君上恩准，等你产后才行刑。我相信一定会批准的，你大可以放心。不过你口口声声都含冤，我心真系难过。唔通你真系含冤嘅？本来我真系冤枉嘅，不过现在已成铁案，又何必再问呢？多谢你关怀啦。阿唐大人啊，佢身体好孱弱嘅，你不如等佢休息一下吧啦。好，你扶佢休息一下。嫂夫人，我告辞啦。张松，出嚟。扶住佢啦。张松，招王子是我盟友之妻，你好好看待他。小人遵命。来，我给你钱，你即刻请我大夫回来医下他对脚。大人不必了，因为已经有人出钱来医紧他了。哦，边个啊？就是那位王员外。王员外？边个王员外？哦，那我又不是很清楚，因为他又不肯出名的。嗯，咁请边个大夫呢？就是东门大街嗰个冯才德。哦，呢位公子，请问一声，冯才德大夫系咪喺呢处啊？哦，有咩事呢？阁下就系冯大夫啦嘛。诶，好啊好啊，有乜贵干啊？冇。我想問聲你，王員外喺邊處咧？王員外係啦，邊個王員外啊？我冇識得其人噶。就係請你入監倉，醫呢個招王子嗰個咧。哦，嗰個唔係王員外。嚇？唔係王員外，係邊個啊？哦，咁呢層咧
就算我唔能夠講得俾你聽，因為佢交代過做善事咧就唔出面嘅。哦，咁啊。係。誒喂喂，咁你究竟揾黃元凱咩事啊？老兄，老實對你講啊，實在黃元凱派我嚟試探下你喺你守唔守得秘密，講唔講俾人知嘅？哦，係，我以為有咩事喎、啊，你冇黃元凱啫，咪曹公子啊嘛。唉，你早啲出聲啊！你翻去話俾曹公子知，唔使擔心。聽日我一劑藥呢，佢監倉咧就爆保成功噶啦。哦，好啦，咁我翻去回覆阿曹公子。咁你究竟系曹公子嘅咩人啊？我系曹公子嘅管家，我姓林嘅。哦，阿林管家。哦，请请请请请。曹公子，喂，冯大夫啊！哦，曹公子，啱啱你个管家就扯咗。边个管家啊？你咪嗰个林管家嘛？作反作反，你入嚟倾。嘿，你真系糊涂啦！你知呢个边个啊？哦，你哋嘅林管家嘛？乜林管家啫？呢個是陰差大人唐雨林嚟啊！你有乜同佢講過啊？嚇！我冇嘢同佢講過。你一定有嘢同佢講過嘅。仲才得，冇錯，就係東門嗰個醫生。你即刻拉佢翻嚟，唔好俾佢走咗啊！主人真嚟。喂，李士頭叫你跟我翻去攞啲錢啊！哦。哎，你跟住你啦。冯才德被人勒死，我睇一定跟人恐怕泄漏秘密，将佢嚟暗杀咗噃，一定系啦。陈知府，你快啲去验尸缉凶，呢个凶手同招皇子呢件案一定有关嘅。哦，卑职知道。真系复杂啦，唐仁兄，邝仁兄，清楚清楚，清楚。我特登由江宁府远道而来，专程拜访你。哦，有咩指教咧？我第一，我系因为探亲；第二咧，关于我哋书友招长友件案嘅事，有啲消息嚟话俾你听嘅。啊，点咧？点咧？因为我家兄就喺江宁府做事啊，佢讲俾我知。就話江蘇秀搶黃秀昌啊，就到江寧府月牙告狀，替佢個妹招黃氏申冤，而且仲控告你添噃。告我咩咧？佢告你不辨是非、草菅人命，同蘇州知縣毛幹卿與曹文公子朋比為奸喎。哼！豈有此理！黃秀昌膽敢誣蔑本官啊！比如江宁府对于呢件案又如何办理呢？哦，咁文书话江宁知府已经接纳咗黄秀才嘅申诉啦嘛。咁江宁府凭咩理由接纳黄秀昌嘅申诉呢？哦，呢层我唔知啊，不过我家兄在场听到嘅，咁佢讲俾我听嘅啫。估唔到呢件案咁多枝节，唔怪得古人有话。功名以求为官不易，但系呢件案我唔会判错啊。不过对于呢件案咧，我又另有一种睇法噃。点睇法呢？嗱，呢件案
關於趙王氏謀殺親夫既有人證，我就不必討論。至於話趙王氏係個淫婦背夫偷看，呢點我未敢苟同噃。點解咧？據卷中所載，當日開棺驗屍嘅時候，趙王氏抱住個父屍嚟痛哭，仲想話創棺係殉節。睇呢一點，就可見佢係愛夫情重，唔似一個淫婦啦。但有件事你不知道的，你和我份熟知己，我不怕告訴你，因為我臨上京赴考之時，長友卿請我到他府中設宴來饯別，誰知長友卿醉了之後，趙王氏坐於偏廳古琴奏出鳳求凰一曲向我琴挑，後來他還想出堂親近，那就可知道趙王氏的為人。這件事我身歷其境，咁我判佢係淫婦，唔會有錯啊！哦，真係有件咁嘅事。哦，咁我就唔敢參加意見啦。可惜呢件事又唔喺公堂公開提出得嘅。不過係啦，嚇呢件事真係不便公開嘅。你仲要同我守秘密至得。當然啦，呢件案又有新嘅。咩？嗰個馮卓最近俾人死，點解會俾人害死㗎？當然係有緣故啦。我仲打聽到啊，原來馮才德咧係俾人收買，利用佢嚟害你添噶。我同佢無冤無仇，佢點解要咁做呢？所以我話咧，世事難料，人心莫測。以後啊，你唔好隨便咁見人添啊。多謝張大哥你關心。松哥，我出去揾你。哦。哦，原來曹少爺嚟咗啊！有咩事啊，曹少爺？你得唔得閒啊？我想同你出去外頭傾下。哦，有咩事我哋喺呢度傾啊？呢樹非講話之所，出去傾較為方便啲嘅。咁啊，不過我而家唔得閒噃。幾時得閒啊？今晚咧？今晚好啦，今晚去我上書府啦。哦。去你府上啊？好啦，我今晚去啦。嗱，咁你一定去噃，你唔去我都嚟揾你噶喎。好啦好啦。你个衣冠禽兽，我睇你一定不怀好意嘅。我张松亦都唔怕你，松哥。呢啲錢咧就係我送俾過你嘅，我知道你份差事咧一定係唔夠錢買酒飲嘅。阿少爺，俗語都有話喎，無功不受禄啊嘛。你送咁多銀俾我，叫我你要咗佢啦。不過我有件事幹，我想問下你噃。咩事咧？點解你個對個趙王氏咁特別照顧佢？係邊個交代你嘅咧？哦，少爺你交代我的嘛。我幾時交代你啊？嗱，你話同情阿趙王氏啦，又出錢請醫生翻嚟醫佢雙腳啦。我見你咁關心佢啦，我咪特別照顧下佢添啦。你都誤會曬啦。我而家佢早啲死就啱啊。啊？點解咧？我老實講你聽啊，趙長佑就係我個好朋友，趙王氏佢毒殺親夫，我想替個網友報仇。我實想毒死個趙王氏噶嘛，少爺，趙王氏已經判咗死刑啦，只要刑期一到，佢就要斬頭噶啦，你何必咁心急要毒死佢呢？你唔知噶啦，總之你依我嘅説話去辦妥佢，呢件嘢仲要保守秘密，你唔好泄漏啊！你知道少爺呢個勢力，信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你肯唔肯去做啊？少爺交代我，我一定去做的，唔通我張松怕死咩？總之你做妥咗之後，我送50两黃金俾過你。嗱，呢啲拎佢洗住先。唔使想噶啦，你拎佢搞妥佢啦，啊！下跪禀聖君。
献上江陵府情报，生源王寿昌告状月牙过州府，料必有冤情，紧向圣上来禀报。明堂雨林率营到苏州府，何解尚有冤情，真令孤王心懊恼。臣请求陛下降旨到江苏，诏令雨林携案卷即日上京都，陛下亲审案情以解民疾苦。卿言颇有理，速召雨林上京都。臣领旨。呢件案真系估唔到越来越扩大，竟然连到皇上都知道，仲将阿唐雨林嚟到调京御前亲审添。哎呀，如果主上去亲审，将来水落石出嘅时候，咁我哋咪唔得了啦。咁我打算上京一行，见一见我家父，将呢件事讲讲俾佢听，商量一个应付嘅办法噶啦。哎呀，乜你咁啊？吓，连我哋嘅事都讲埋俾佢听咩？你都傻嘅，我怎会将你同我嘅事干讲俾阿爹知佢得噶？不过商量一个应付嘅办法嘅啫嘛。不过在我未上京之前，一定系搞掂你大嫂嗰件事嘅。哎呀，咁你话买通个监头阿张松谋杀佢，点解咁耐都未搞掂噶？就系阿张松佢唔肯同我进行，佢仲避咗唔见我添。呢件嘢我另外想咗一个办法噶啦。仲有咩办法啫？等咗阿唐雨林上京之后。我哋有办法噶啦，阿妈，我起程啦。你呢次上京喺主上跟前认真小心啊，千祈唔好将呢件案判成冤狱啊吓。阿妈，呢一次我上朝一定据理力争，判断是非嘅。你最紧要为焦家保存骨肉，为亡友传宗继祖噃吓。我知啦，你喺路上小心啊。冇事你就好快啲翻嚟啦。阿妈，你保重啦。孩儿叩别。张松，金师爷，知府大人有命，将焦王使调到府衙监狱特别女仓囚押，呢度有知府大人嘅文件。你即刻将焦王使交俾我带翻去。哦。周师爷，呢件事点解忽然会咁办呢？呢啲系上头嘅命令，你唔使多问啦，照办啦。系，请坐。大嫂，大哥，唉，呢次弊啦，佢哋又唔知出咩诡计啦，而家要调你去府衙女监仓嗰边啦。咁调咗你去，我冇法照顾你添噶。咁点算啊，亲大哥？我而家一时都谂唔到咩办法，我又冇办法违抗命令嘅。我睇你都系跟佢哋去先啦。我点都想办法顾住你嘅。哦，去啦。照我計劃去做，只有咁樣嘅辦法咧，你然後就入得去特別去監倉嘅啫。得啦，不過咁噃，你要時時同我聯絡下先好喎。我會噶啦，你去啦，去啦。我去啦。做咩啊？啊！你咁嘅死牛头马面啦！你系人定系鬼啊？吓！喂，好走咯你！该我出去睇死啊！你啲做官啊，成日贪赃枉法，你啲死官差啊，害得我哋啲
姓惨咯。害得我哋好惨啊！嚟，帮手拉住上房。發生咁意外噶啦，咁啦，運埋佢入去招王子個倉啦，橫掂佢都係死囚嚟啦，有咩意外都冇乜緊要啊，咁都好嘅，大佬，幫下手，交俾人，係啦，你。张大婶，神光南率营官唐玉林见驾，愿我王万岁万万岁。唐卿家平身，谢万岁。你处理苏州招长游呢件命案，究竟如何判断呢？神奏主上，查得招王师杀夫有据，经已判成死罪，秋后处决，不敢拖延。闻得江南遭大旱，民间耻笑有其冤，朕对此关怀，诏命遍查民案件。查得苏州王秀才告李斯受曹民贿赂的金钱，枉法贪赃判无辜，罪不容诛难赦免，此事真与否，快些据实奏君旨。主上，微臣之奉王恩的面，鞠躬尽瘁报君前，耿耿此心天可结，为今不受上清廉啊，两担量慈母献二十贯官俸钱，神之奉诏升祠，但亦恭敬自勉。神起淡菜羹，无尽清斋面，但不止饥寒，不求风酒宴，乞赐明节刀，待神否复献，若有肚满与肠肥，皇天亦喜厌。被杀嫂之唐雨林耿耿精忠，愿以功名为保荐，臣等联名保奏唐雨林为官清廉。答，但看群臣拥戴，孤亦信你正直的不偏啊，卿家你代孤执行，任你如何处断啊。臣领旨，再拜很明君格外施恩典，特准王氏产后置行刑，法网开一面，臣愿保网友的话苗尽有情情一别。孤王准奏，但要你依朕祝福之言啊。
拜你为提刑官，跟随唐雨林到苏州，依照先王法例，在昭王市行刑之日，先执行骑木劳游刑，以警人风，不得有误。臣领旨。主上，唐卿家，你不必多言，传旨退朝。请下。九吓、啊，你喺京中翻嚟有冇消息啊？有啊，主上批准咗昭王市铲流行刑啦。咁唐雨林翻嚟未啊？我翻紧嚟啦，我睇最迟一两日就会到啦。佢赶住翻嚟执行昭王市骑木劳游刑嘅事啊嘛。吓、啊？点解昭王市会骑木劳游刑呢？哦，系主上指定嘅，仲派咗个姓韩嘅提刑官同埋唐雨林一起翻嚟监督执行呢件案噶。咁啊，咁冇事啦，你翻嚟去啦，告退。我等骑木劳游刑嗰阵时，我想办法杀出去。唐大人，何大人，请坐，请坐。坐啦，不必坐啦，唐大人。因为时辰已到，请大人一同到监狱提押昭王使游刑。唐大人请。受呢种刑罚，如果佢哋逼我，我宁愿死嘅啫。逼你？佢哋真系唔敢逼你啊！你唔使惊噶，你。唐大人，呢件案本来大人经办嘅，但系圣上有旨，要下官执行，下官只得遵旨办理。韩大人请便。好。喂，有提昭王使，昭王使叫你，昭王使，你听住，圣上有旨，抽决其界，本应将你处斩。顾念你心中有人，准你残命苟延，待等分娩之后，然后行刑。你知道吗？范夫人叩谢天恩。仲有，你犯咗毒杀亲夫嘅罪，系国法难饶嘅。上天虽有好生之德，但朝廷并无用重之礼，当此抽决之期。若不将你行刑，何以警戒世上淫毒之苦呢？所以本官奉旨，要先提你骑木劳游刑示众。韩大人，小妇人决不肯骑上木劳游刑示众。皇皇圣旨逼到你唔肯啊？唔通你咁逆旨话？小妇人并无失德，妇道未归，而且毒杀身夫。亦属冤枉嘅，就算我承认杀夫，亦都只有一死嘅啫。如果你要我骑上木劳，大
等于召叫我招迎，大捷失德，我宁死不从。大胆，本官奉旨提刑，不容许你延缓执行嘅。人嚟，有，我一句上木炉。唐大人，范夫人有话要禀，请令贵差不必动手。赵王氏，你若有请求，可向韩大人请求，本官都无能为力啊。好啦，本官看在唐大人的面上，你有咩说话，快啲讲啊！两位大人，我赵王氏身可死，头可断，但系我绝不肯承认丧妾败德嘅罪名。唐大人，你以前都是判我有杀夫之罪，何尝有判过我是淫妇呢？你忽然叫我骑上木炉游刑，岂不是招令折怪？我宁愿你杀咗我，我宁愿斩头而保我清白之身。唐大人，点解你一言不发？你讲句公道说话，我宁愿你斩咗我，都好过拉我去游刑受辱。赵王氏，你安静啲啦，等我替你向韩大人请求一下。韩大人，赵王氏所言未尝无理，本官曾经将佢判食斩罪，而家又要佢游刑示众，岂不是刑上加刑？大人，你以为如何呢？唐大人，下官现在的身份就是提刑官，我只知道奉旨提刑，其他的事我都不敢作主，而且这件事又是圣上的主意，相信大人与下官都不敢逆旨啩。快点捉人，毒死游刑啊！大人，外边有本案府主招允玉带同啲族人喺外边鼓噪，请大人处置。招允玉鼓噪，韩大人，请你传见招允玉，我想查问佢因咩事案鼓噪。好，传招允玉。遵命。文府招允玉拜见钦差大人、提刑大人，起来不必下跪。招允玉，你在外边何事鼓噪？回禀大人，家兄招长又含冤身死，今日就是凶手游刑示众之事，但系时间都已经过咗啦，点解仲唔见将凶手行刑呢？所以我哋招家嘅族人就向外边鼓噪啦，佢系都要妇人。以原告的身份入嚟向阿大人你请示喎。讲到行刑的事，只有本官与韩大人处理。你虽是本案的原告人，但系无权干预。你翻出去先啦。好，我一定遵阿大人的命令翻出去嘅。但系民妇与一班族人系好希望见到呢个毒妇之王使游刑，咁我哋嘅心至安乐噶。大人，你唔好再阻延时间啦。民妇告退。二姑娘。唐大人，请你准范夫人同招允玉讲几句说话。好啦，有说话你即管讲。你仲有咩讲啊？二姑娘，我同你无仇无怨，点解你处处与我为难？究竟系乜嘢居心啊？你毒杀包兴，而家仲想我早啲死，你系唔系想招家绝后啊？你都算狼毒啦。喂，你唔好响度含血喷人，恶人先告状噃。你谋杀亲夫，有凭有据啊，人所皆知嘅，唔通你仲想嫁祸于我咩？你快啲乖乖地啊，出去游刑啦，骑住只木炉啊，俾人睇下吧啦！我都费事同你讲啊，大人，妇人告退啦。人嚟，带佢出去。韩大人，我宁愿死都唔肯去游刑噶啦，如果你再逼我。
我系一即刻撞墙死嘅啫。你哋快啲埋去。汉大人，我想同佢讲几句说话，好唔好咧？好，你埋去劝下佢啦。嫂夫人，汉大人，你唔好逼我，我真系死噶。嫂夫人，我唔系逼你，我千辛万苦都系保存你腹内嘅胎儿，请准圣上等你产后至行刑。我又料唔到圣上会再判你游刑嘅。若果你系要创死，我点可以复子呢？而且你不能保存赵家嘅后嗣。嫂夫人，你体谅我嘅处境，你考虑清楚，委屈下啦。唐大人，大样是我可以依从，但系叫我骑木路游刑，我点都唔肯噶啦。夫人可以死节，不能丧节。我万不能败坏赵家家先，欲没我皇室门楣嘅。嫂夫人，你都已经判咗死刑嘅，迟早都系一死噶啦。你既可以为保存赵家遗孤而偷生一时，点解唔可以再忍辱一下呢？你办呢件案，既不能彻查奸夫，又不能惩办淫妇，更不能将真凶正法，只好叫我忍辱委屈来保存你的禄位。你真系一点读书人的骨气都冇。我老实话俾你听，你要保存你的禄位，我亦都要保存我的贞节。我宁愿死都唔去游刑噶啦。唐大人，赵王子既然冥顽不灵，你亦无谓惊连佢啦，都系交由我秉公办理啦。一嚟，唔系，我睇佢嘅情形，佢真系会创死嘅。你要我哋点样复子呢？嫂夫人，我有句说话问下你，有咩你即管讲啦。你真系唔肯游刑啦，系嘛？我当然唔肯啦，我唔系淫妇。王子，现在时辰已过啦，一定要将你人，你拉佢出去。我希望你准我一个要求。咩要求呢？我想在行刑之前，准我祷告上天，祷告亡夫，表示一下我并无失德，咁我就去啦。唐大人，你唔好再信佢话啦。如果一放手呢？他就再創死的了。大人，你有這麼多官差在樹，你夫我還闖得死嗎？韓大人，我看不怕的，准他禱告一下，了了他的心願。好，我准你禱告，你們放開手，但你要看實他。長幼相公，你在天之靈，要保佑我的性命，保佑你赵家的后裔。而家我为了你赵家的家声，为了我自己的贞节，我不顾得咁多了。上天，你可怜我，你怜悯我。拉佢！赵王子，准你祷告咗啦，点解仲唔去啊？你呢班盲官黑弟，混账！是我求死不能，求生不得，我而家铺紧一条船，我点都唔会游刑噶啦！人哋点样将我处置啊？嫂夫人，你赵王子，你居然胆敢逆旨啊嘛？好，你两个行开，你哋埋嚟，我拉你出去。放松。哎呀！放松，来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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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个癫婆走出嚟做咩啊？胆敢阻止我哋執行游刑系嘛？韩大人，你哋咁样对待招王使，可以讲得完全冇晒人道，简直就系谋杀！我点就俾你咁样做嘅？哼，点到你唔俾啊？拉佢出去！拉我手啊！岂有此理啊！你哋依班个狗官差，你知唔知道招王使而家已经有八个月身纪啊？吓，你哋咁大力嚟拖佢，会震动到胎儿噶噃？我睇佢会早产添啊！吓，佢会早产系咯？韩大人，我睇招王使一定要生产啦，不如暂时缓刑，睇佢生产之后先至再算啦。唐大人，咁呢件事如果……如果圣上降罪下来，我个人担当起佢。嚟，抬佢翻入个监仓先。问得有形换之，换借散去夜分。点啊点啊，都算上苍有灵，佢母子平安啊，唐大人。仔定女啊？系个仔嚟噶。啊，长幼兄在天有灵啊！嫂夫人而家点啊？佢而家好攰啊，想瞓啊，你唔好嘈佢啦。啊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你抱个苏花仔出嚟俾我睇下。哎呀，乜你咁心急噶？要等我包好先得噶。唐大人，招王使而家点啊？母子平安，我总算替招家保存一点后志啦。唐大人啊，佢个仔啊，个面貌
同长游泳一样一样嘅，面上嗰笪痣同埋一样喎。边个话佢唔系赵家骨肉？边个话佢叶总啊？我错啦，嫂夫人，或者真系冤枉嘅。唐大人啊，我睇佢梗系好冻噶啦，呢度外出又咁冷，佢初嚟冇睇，身上一啲棉气都冇，不如俾我抱佢翻入去啦。呢个苏花姐好冷啊，系咯，你等一阵。唐大人啊，你除嗰件官袍点得噶？唉，唔紧要。吓，你俾佢包住佢啦。咁点得嘅啫？唔紧要。吓，张大婶，我拜托你啊，你照顾佢两母子。哦，我会噶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啦，多得你啊，唐大人。唐大人，呢件事我哋点呢？招皇师已经生产咗啦噃，呢件事由我个人负责起，我本知负起逆子欺君嘅罪名，我都唔忍拆散佢两母子，我哋翻去吧。好啦，大人你肯负责嘅，我哋扯啦。哎，永啊，嗱，啊老弟，久违久违，旷人呢？阿妈吓，清楚清楚。清楚清楚。请问仁兄，为甚愁眉相锁呢？唉，分判力嘅苦楚，我便那成大错，错在当初。嫂产你下为孤影，那以貌与智寡兄相似，无望。足使我觉悟从此错主动，望听你道如何，望听指教，尽心援助我，请你道出孩儿错，知过便改，犹如无过，常报国家更得莫蹉跎，望你尽心帮助我儿子迷途，全乃君君意若何？有啊，何必客气啫？我呢趟嚟系想帮助你破案噶嘛。此案啊，几经研究，发现疑点啊多多。有边点可疑呢？嗱，杨庚系招皇氏亲手炖噶，如果佢落毒落去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，好比捉虫入口？试问边个会甘傻？系嘛？嗱，仲有一点啊，招长幼当晚系突然翻嚟噶，事先招皇氏都唔知道嘅，咁啊点会预先落毒嚟等佢唔啱呢？可见并冇预谋，那系凑啱嘅初摸嘅咋。又为招皇氏偷看，又指唔出边个系佢嘅情歌。呢几点事又可疑，乖仔你要想清楚啊！系，但系琴挑一事，我可以证实那无我。讲到呢一层，我话你大懵夹巴傻。但你知唔知道佢屋企除咗招皇氏之外？仲有边个善于奏琴呢？又哦，咁我又唔知噃。我知道实情，我就最清楚，知清楚佢哋两姑嫂都识走是车生是河。我恍如一梦，醒难忘。难道当日一曲凤求凰？为招允玉呢个身寡民君挑逗我，仲使问啊贵咩？唔系佢，仲有边一个？
仲有一件更离奇，那个妹仔小妹我曾见过，送佢回籍唔离奇，但系赠送盘村系由边个？一定有人打发佢回家，以免泄漏风声惹出祸。尚有小桃八衣可疑人，李合重新敲问过。唉，再审事多余，费事无结果啊！此案御前曾审过，纵然冤狱又如何？翻案定然唔许可，又怕君王执罪，话我糊涂大妄，于是蹉跎。上落又系难嘅噃，堂兄，真系降得多是错更多，唔通由佢错埋，就咁将错就错咩？唔通你任得焦长游血海沉冤，任得知王氏含冤受过咯噃？阿伯母，吓，救得人就唔救得自己噶啦嘛？你估御林想咁做嘅咩？今日母无眼，到时子无儿，唉，恨切心窝。儿知否母教儿，当日怎样凄凉苦楚？阿妈，阿妈，我知。六岁孩儿悲丧父啊，慈亲守寡养嘅孤雏，你针尖辛劳谁也在，青春从此尽消亡。你上不能报国忠君，下不说民间苦楚。试问我当年斋戒，到底为什么？孩儿知道，因为孩儿幼年多病，阿妈你要食长斋在神前许嗰个愿咯，慈母戒杀放生，无非为保我咯。你知道就好啦。你想下，一穷一矮，阿妈都唔忍心糟蹋，点解你咁残忍？明知佢是无辜之苦，你竟忍心将佢自错？唉，伯母，堂兄唔系有心想害招王氏嘅，女欲为犯人脱罪，可惜无法将啊咯，迫于无奈嘅啫，伯母。自成节欲贪无能，自有铸成大错。我知错啦嘛。既然知错误，你如此发够骄傲，而家恐怕迟咗啦，伯母。补救都尚未迟，速将案情来审过，你设法缓刑先啦。刑由天子定啦，再审就事更多。只怕主上话我刑子吧，亦已是欺君。空招滅門王，原來你貪生怕死，試問十年雲窗下，所讀者為何？孩兒讀嘅聖賢書咯。聖賢書內是否一句捨身取義，一句殺身成仁？又係嘛？呢兩句孩兒都曾讀過。你读过了嘛？咁你应该知道杀身可以成仁，取而不惜一死啦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得丹心照汗青啊，雨林。我知啦嘛，慈亲教导与无我，误害无辜而罪过，当凭冤狱救骄我，头颅判责顺亲言，木刻抗兄援助我。做得有余，小弟义无反顾，为咁你持正不阿。三叔，护住自己嘅身子先好啊！系咧，你个仔都未曾改名，快同佢改个名啦！
我都唔知佢做乜嘢好，佢条命咁苦，就叫佢做虎儿啦。虎儿，虎儿，虎儿。本来等阿嫂生产之后咧，佢就执行斩刑噶啦，都唔知点解个唐雨林佢不顾一切，将个刑期嚟延缓，仲话要翻案添啊！吓，翻案？头顶啦！如果个复审嘅时候，你千祈要似以往嘅口供，你唔好露出你个破绽啊！梗系咧，傻嘅，你方会俾佢吓得到我咩？你我又唔惊啊，我惊其他嘅人会啊嘛！啲神经嘅，仲有咩其他啫？呢件事个你我白衣小徒四个人知啫嘛。嗱，白衣我经已打发翻去徽州原籍居住啦，唔系净得小徒一个欣享处。我就系担心阿小徒，佢又冇乜知识，佢又唔会讲说话，佢个年纪又轻，所以我就担心佢。哎呀，唔使担心嘅，咪咁傻啦！我哋又待得佢咁好啊，惊咩啫？我都以为话打发佢离开呢个苏州，嗰次阿白衣又唔喺树，阿小徒唔喺树。咁我任唐雨林咧冇办法嚟翻案嘅。咁都好嘅，咁我俾啲钱打发佢翻去咧。咁而家喺边先啊？派响花园外边噶。我同你揾下佢啦，你咧？你话小桃同边个倾偈呢？张松嚟噃，嗯，系啊，问佢有咩事呢？我系佢亲人嚟嘅，我想打听下佢嘅下落。佢而家系咪喺度呢？哦，就几个月前，二姑娘已经打发咗佢翻乡下啦。翻咗乡下？张松，佢嚟做监头嘅，佢嚟揾阿小桃做咩？佢梗系受咗唐雨林嘅指派，向阿小桃打探我哋嘅消息啦。哎呀，死啦！如果阿小桃对佢讲出我哋嘅秘密，你今晚去都冇用噶。爸，我有办法处置佢嘅，你跟住嚟啦。嚟，钦差大人有命，准佢入去探知王子。啊，唔该晒，差大哥。好，跟住我嚟啊。这个是你的仔啊？是，舅父抱下啦。哦。哎。哎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虎儿。啊？虎儿？这条命真是苦，改这个名字都改得啱。大哥。啊。你看他的样子像不像相公？我睇佢就一模一样啦，连呢粒痣都有埋，可惜又见唔到。你未出娘胎先丧事，恐怕佢未曾满月，又要做一个无母之儿。三妹，你唔使担心嘅，唐大人都已经将你嘅刑期延缓，而且佢决心翻案。或者有一线生机嘅。天安如山，我都知道难逃一死啦，所以我请求阿唐大人准你到嚟呢度，我想将阿虎儿交托俾你抚养。呢件事我都想到啦，方你唔舍得佢嘅啫，所以我唔敢提。既然你今日肯交俾我，我当然尽力抚养佢嘅，呢件事你千祈唔好俾人知啦，免被佳人追踪加害。我都知道，允玉同曹文点都唔肯放过虎儿嘅，
呢件事我会守秘密，不过要大哥你多咗负担，又要负累大哥你啦。你唔使担心嘅，我当然尽力抚养佢，唔会令到佢挨饥抵饿。我都要走啦，我嚟咗咁耐，恐怕人哋知道。大哥，你再俾阿夫人我抱下添。成才之后，你千祈唔好俾佢做官，免之唔敬人啦。好啦，我记得啦，三妹，你保重，再见。今日觉得点啊？我睇我都到咗油尽灯枯嘅时候。阿妈，你唔使难过嘅。一个人生死有命，不过我个心有件事干要问你。咩事呢，妈？
招王使嗰件案，你而家搞成点啊？妈，你有病在身，唔好为呢件事劳神啊！唔得，我一定要知清楚呢件事，干我个心至得安乐。你千祈唔好瞒我。阿春花话俾我听，今朝早一早就有圣旨嚟，究竟系咩事干？吓？系。圣上命令我，要我快啲将呢件案嚟审结喎。哦，雨林，呢件案咁耐，你都未曾审结，我睇你都系唔适宜做官噶啦。系。七公子，韩大人嚟咗，佢话时辰已到，叫同埋佢监刑我。吓，雨林，叫你去监影，究竟咩事干？你唔使应啊，系咪叫你监斩招王使啊？你讲啊，你唔好再呃阿妈啦，吓？系，圣上命我立斩招王使，咁你点办呢？我决定抗旨，将呢件案情再审查明白。我审查明白呢件案到而家你都未曾查清楚，你要做咩官？你办咩案？阿妈，如果呢件案我办唔妥，我都打算辞官唔做，侍奉阿妈你终老啦。你而家唔做都已经迟咗啦。我悔不当初教你读书求仕，估唔到你做官做得咁糊涂，枉我一世孝敬念佛食长斋，都补唔到你嘅罪过。阿妈，你有病啊！你唔好刺激啊！你保重阿妈，我知错啦，向阿妈你请罪啊！你向我悔罪都冇用嘅，如果你系要悔罪嘅。你就应该去你个网友灵前度悔罪至啱。如果你真系冇贪赃枉法，冇害到佢嘅孤儿寡妇，你就去佢嘅灵前度悔罪啦。妈，真系要我去？系，你唔去就阿妈去。妈，我去。去咁你就去啦，你而家即刻去。我上苍有你。你个网友就会指点你点样做噶啦，你去啦，去啦，去啦妈，你唞下先啦。吩咐你两个侍候太夫人啊。哦。唐大人，韩大人，知王子行刑时间已到。下官特来催请同王执行。本旦，你不必急催啦。不过圣旨已下，咁定何时行刑呢？在于午时三刻。现在正系子时初刻啫，仲有一个时辰，你翻去府衙等候，我捉去招差行。大人，下官奉旨提刑，不敢怠慢。大人既然有要事办嘅，下官只得相随左右，不敢擅离。咁即管同行呢？啊，二姑娘。啊，唐大人、韩大人，明白原来你两位驾到啊！哎呀，晋安你又系嘅，明知两位大人驾临，点解唔通传我迎接阿大人呢？二姑娘，我本来想入嚟通传噶啦，不过唐大人话唔使，佢要直接入嚟见你啊嘛。系咁，真系失形到极啦，不必礼重啦。唐大人，今日唔系招王使行刑之期嘅，而家都午牌时分啦，点解仲咁得闲？驾临闭舍有咩指教啊？哦，乜你都知道今日系招王使行刑之期啦咩？咁你好应该知道，就系你亡兄申冤雪恨嘅日子。你系招家嘅苦主，而且又系佢嘅胞妹，
點解你唔在家舉行家殿，討告亡兄嚟吊慰佢嘅冤魂呢？嚇？哦，係，我都打算係咁做噶啦。不過我想等知王氏行咗刑先啫嘛。長友兄慘死身亡，到現在幾年都未過，你應該猶有餘哀至啱嘅。但係我見到你哋家中並無居喪之禮，而你啊身穿羅服，茶脂抹粉，簡直將長友兄慘死嘅事遺忘曬。大人，咁我哋點都唔會遺忘呢件事嘅。既然大人你光臨，想吊祭亡兄嘅説話，我可以即刻命人準備一切噶。啊，俊安，你而家去，即刻去啦。哦，如果啦。不必啦。韩大人，请你过嚟看看呢啲咩血迹嚟。系喎，咁奇啦吓？咦，啲血迹一路做到井边都有噶噃。请韩大人过去睇下。唔知咧，啊，梗系嗰啲下人喺度劏鸡，嗰啲鸡血嚟啊！你府上系有厨房噶。點解會喺呢啲地方嚟劏雞咧？阿阿羅，韓大人啊，你過嚟睇下。我睇下，睇下。看住佢。做咩？啲血跡嚟到呢個井啊，冇咗啦。但係下邊啊冇水個廢井嚟嘅。咧，有個人喺處。呢個咩人嚟咧？快啲叫人嚟打啦！好。到遍體鱗傷嘅噃，好在仲有啲氣，未曾死。嗯，招韻玉，嚟，小豪點解會咁嘅？嚇，我唔知啊，唔知。佢係你嘅近身侍婢，你點會唔知啊？快啲講，真係唔知咧。帶佢翻嚟，大人咁真係冤枉，我點會唔知啊，大人啊！韩大人，麻烦你带佢翻去找个大夫嚟救醒佢先。咁知王氏行刑嗰件事系点啊？我决定唔将佢行刑，呢件案又另有情节，我一定要查明嘅。我而家要去一笪地方。唐大人，你又去边处啊？我要微服查访曹文。唐大人，你都卸下过房，咁有乜嘢事呢？不妨直说噃。曹公子。今日我到焦家吊祭亡友，无意中喺花园废井内发现到焦家侍婢小桃，我睇佢系被人打到重伤，然后弃尸井内嘅。乜有段咁嘅事咩？咁啊，小桃唔死得，只系重伤啫。乜你识得佢嘅咩？我又点识得个小丫鬟呢？不过你讲起上嚟，我就知嘅啫嘛。哦。我就是为了这件事专登来拜访你，我想问声你知不知道个中原因啫？大人，你怕同我开玩笑啫啩？我同焦家都素无来往嘅，我又点会知得到呢？哦，但系我又知道小桃点样被人打伤，点样推落井底，救醒咗小桃之后，佢已经讲晒出嚟啦噃。咁样佢点样讲法呢？总言之，呢件事就与你有关，系咧？与我有关？唐大人，咁你听信一个无知侍婢嘅说话，就将我诬告啦噃，系嘛？但系是非曲直，我一定要追究嘅。哦，咁啊，只得公事公办，
我跟你上公堂讲嘅啫。曹公子，你是尚书大人的公子，而且另尊清明祖国，因呢件事干将你拘捕呢？吓、拉我上公堂嚟讲啦噃，系嘛？哼，所谓罪不分尊卑，刑不分贵贱，我唔系唔敢拉你。不过令尊大人是我的上司，而且又是长辈，如果这样拘捕你，更方欲及你令尊翁，更怕曹家的声誉被你扫尽无存。但是你件外国不能不办的嘛。啊，那你要办要拉我了吧，是吧？混账唐雨林，你是上书府邸，不容你骚扰的。有你有松下真令。哦，曹公子下族客令添啊！本官乃朝廷命官阴差身份，今日我依礼拜访，你不依礼迎送，居然族客，未免于礼不合啦！傲慢阴差等于犯上，曹公子相信你都会明白的。我都忘记了唐大人。你是钦差大人嚟，我要请教一下，不如点样送客才啱呢？应该要送我出府门街下官轿之旁，方算合礼啦。否则啊，本官坐下不去啦。哦，原来钦差大人咁大架子，好，本公子亲自送你一次，请。高辞，晚辈曹文相送钦差大人，请请请。请钦差大人升轿，曹公子奴家相送，请请请请。我想知下呢度系咩地方咧？呢处咪就东门大街咯。哦，咁不属你哋尚书府范围噶啦噃。一嚟，我哋讲佢。唐雨林，你胆敢滥用私刑，你拘捕我嘛？吓，私刑？我拘捕你系王法，唔系私刑。带我翻嚟。我有一件好紧要嘅事干嚟话俾你听。咩事呢？我已经同你找到案中两个主要嘅证人。边两个啊？你就系小梅同埋杨白衣，现在押到常州府。只要你嘅公文一到咧，就可以提介佢嚟审问啊嘛。就算找到他两个都没什么用的吧。什么没用啊？我跟你问到的口供，我还查到一张字据，小梅告诉我是曹文亲笔写给焦韵玉的，原来案中的毒药啊，那些鹤顶血啊，是曹文送给焦韵玉的。吓，那现在张字据呢？小梅她说要亲手交给你，因为她要替她主母鸣冤。小梅又怎会得到这张字据呢？会不会是假的？我私然不会。他说阿允玉打发他离开焦家的时候，他原本就想偷些银两做盘串，应该无意中在允玉间房说得到的。曹文招允玉通奸，何以要害死你呢？
如此嘅。好，我又再问你，萧皇嫂为人如何？当年何以会对本官一曲琴跳呢？大人，你误会咗萧皇嫂啦。等我讲佢为人俾你听啦。同僚，此案另有情节，本官曾经侦查完尽，今日开堂联同会审，先由邝光兴师爷将此案侦查经过向各位同僚报告啊！卑职邝光兴，上禀列位大人。小徒小梅两侍婢都是目击血案的证人，任梅杨伯已经以供出同谋下毒品，三人口供已签押，上堂呈献各位大人。此案请大人作主，请大人秉公办理。嘿，招允玉啊，你谋杀罪，事实骂闲曲，似呢阵啊，有证人你有抵赖，要直言无隐啊。招允玉，你话下毒嗰件事系曹文主谋，有咩证据啊？哦，嗰包鹤顶血系佢交俾我，我唔系讲大话噶，有字据为凭添噶。咁字据咧？唔见咗啦。系唔系呢张啊？小梅经已交予本官，就系此案证供重要品。哦，系咁就最好啦，还望大人你轻判。桩桩件件，请你追问曹文啊！一嚟全曹文，呸！原真虎目露如焚，无礼差头，诚可恨目无公子，太杀人，横牵铁索上公堂，无向旧官质呢问。面对本官与各位大人不拆不跪的荒唐太甚，我只不久公堂定罪，呢边大祸临身。笑话！我父亲官居极分，何须为你等草芥之也神？我抬油都冇咁定啊，凭我老父权威，量你不得张罪骂。曹文，本官都已经吓大噶啦，本官绝无所谓，哪怕你个土霸劣身，纵至天王犯法，罪亦等于庶民。曹文，嗱，小梅、小桃、杨八姨，连招允玉都已经招供咯，佢哋话你凶案诛人谋，个个都顶到你啊根啊！
今回收财如老虎，任极都任得甩得身。云像，你有咩证据话我系主谋啊？虽知空口无凭，你莫欺人太甚。梗有啦，有你嘅字条为证，仲有你嘅签字为凭。康兄，快把字条交与他看。系咪呢张啊？你睇咋？出言思伟，将个电话喉吞啦！哎呀，曹文威灭字条，令我心惊胆麻震。唐雨林，我笑你状元才，不及你的贼功计。加得我字条吞下，以魔护凭。阿曹文，我笑你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，终于俾我哋大人揾咗老衬。字条是你吹云画，非轻容易教于个狡猾之人。真者仍在我手中，吓！刚才你所吞者，乃是一双眼笨啊！哎呀呀，吓到我失魂。最大难逃，不敢心惊啊，胆震啊！列位贵公台，今日诚邀旁听审，目睹曹文有意灭正仓，显见居心不可问，罪名是否已成立？敢烦各位做公证人啦！曹文该有罪，判案权操在大人。好，曹文勾引孤商，失德兼败行，主谋毒杀焦长幼，恶迹超张远近闻，本当即斩首，以警凶恶人。孤念你为尚书子，未便介处分，着令先行签押后解决，听候天子上书同判审。一嚟将曹文押入监牢。允辱害包兄，诬告偷情诚可恨，判令游刑先示众。谢大人轻判，咪欢喜住，仲有宁池处使警方人，一嚟将招运玉小徒杨伯义先行押下。招王使被诬，无辜遭所困，只为琴跳误，委屈征折人本官亲戚枷锁放回家，并待官方表遗憾，来日求升表，金殿奏明君。难苦遭污蔑，唯愿命不臣，故人犹就手，苦逼未亡人，何必求升表，愤然不奏行。三妹，我知道你今日梗冇事噶啦，一心嚟接你嘅。嗱，虎儿啊，我翻嚟。虎儿，虎儿。三妹，方才我睇你嘅情形对唐大人咁系唔啱嘅。佢因为佢替你翻案，你得到死里逃生，咁你忽就而行咁唔啱嘅喎。佢将我判成冤狱，令我饱受牢狱之苦，我仲要替佢。三妹。
佢錯判呢件案唔係佢錯曬嘅，因為阿允玉冒充你向佢擒挑，只有造成呢件事嘅啫。你咁對佢點啱啫？上次你多謝人哋，我哋至扯啦，去啦。唐大人，頭先小婦人一時氣憤，冒犯諸多，請你唔好見怪。我多謝你再生之德。素夫人，因為擒挑之誤，只有判成冤獄，令你飽上鐵槍之苦。我真係慚愧啦，而家總算能夠翻案，為你昭雪沉冤。我希望你對我嘅過失多多原諒。三妹，以前嘅事無謂計較，快啲拜謝唐大人，就係夫兒翻嚟。唐大人，我告退啦。再见苏夫人，受伤未？再见再见。大少奶，我都跟埋你翻去啦。唐兄啊，且按风云顺便语倾盘，民众欢呼同庆幸，冤狱未平天苦旱，如今此得光金难买。